白天这里也蛮热闹的。这晒好多床子哦。对。这里面这么热闹。啊，为什么今天这么热闹呢？不懂。这边也是。哦，这里也建好了。嗯，建好了这里。哦，是弄另外一边了现在。哦，是过不去了吧？是吧？现在这里拦住了。那弄还要弄蛮久啊，这样子。因为他们弄好一边，又这边又在弄。对啊。把那些树枝什么都给锯掉。只能从右边这里拐进去喽。嗯，那好的，可以哦。哇，好好吃哦，感觉。没那么肥，看起来吧。从这里过去就好挤啊，巷子里面太窄。哇，生油啊。猪肉。鸭绒的鞋子。嗯、这两只小狗狗，不会是流浪的吧？应该不是。这里收摊了、哦，有些卖完就收了。这条巷子好像都是卖肉的多。嗯。过这里我都见上面白有，现在什么今天都没有了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是过来要找那个芥菜的。平时不买它就有了，今天想买它就没有了。对。都是水果，你看。终于找到一摊有了。去看一下吧。嗯。芥菜一块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吧，就选一些得了。来，要多少克？要十斤够没有？十斤。哦，里面还有是吗？那你应该要了。因为现在好多人做酸菜哦，够时间没有？那里没够是吗？哎，还可以的。对啊。一块钱一斤，看看有多少。一块。哦，是一斤了是吗？嗯，可以。够了一个。一袋。对啊。才花11块钱，是一斤多，他收11块。哎，那个是什么瓜来的？没看到。红色的有刺的，就是像啊、是八月瓜吗？不知道。木鳖果，木鳖果是吗？嗯，虽然说我没有亲眼见过，但在网上看到过了。黄红色的那种。对，有点染色。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少。刚才我们出去买了芥菜。对，准备腌酸菜喽。然后出去买的时候找了好久，才找到了一摊。嗯。但是还好不贵。1块钱一斤，你们看这么好的。对，如果我们去菜市场买的话，才几毛钱一斤的，5毛到8毛吧。不过那要买一大袋才行，50斤那种一袋，就是这种袋子装满去就是50斤左右。那个老板就用这个袋子给我们装回来。哦，对，但是我们今年不腌这么多了，我们就是说吃一次腌一次。11斤腌出来的话，可能也要吃蛮久哦。去年我们腌太多了，然后。吃不完那么快，然后有些都烂了。对呀、可能我们的方法也不是很对，我不懂为什么。但家里面可以放很久的。我记得家里面做的时候可以放好几个月，它都没有问题的。嗯。
现在的话，它还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干水，我们待会拿到阳台那边去吹干一下。对，要晾干一点。晾干一点，然后再腌吧。嗯，现在就拿去阳台那边吧。嗯，因为这边还可以晒到太阳，也晒不到了你。对啊，不过没办法了，也放在这里吧。打火，你要干嘛？好大一颗，竖起来。倒出来吧，直接。有几颗呀？二四六七颗，可以煮七顿了。嗯。你看这些猫啊，老是跑来看。做什么事情他们都要参与。我要这样子放在这里吧，可是今晚可能都淹不了哎。不知道，看情况吧。嗯。可以了哦，好干了这菜。已经很干了，可以了。收回去。嘿嘿嘿，不能出去，大火。切菜有点大，然后我们把它给切粉，切成两半，这样子好烫一点。开始用热水来烫芥菜。这个因为是卷心的，这个头比较大，先把这个头放进去。感觉芥菜很多品种，有那种大叶子的。嗯，但是我们这边一般是用这种卷心的。对，但是在我老家那边都不用这种，都是用那种大叶子的来做。是啊，我发现虽然你们离南宁很近，但是我感觉很多都不一样的哦，都不同。相反，我们那边还比较多和南宁相像，因为南宁市里面人家不是壮族的，可能习俗习惯有点不同吧。水不能开再烫，那样子的话菜熟了的话腌会容易坏的。哎呦，因为有些朋友留言，他们说也想做，看一下学做。嗯，要放点盐吗？不放，放也得，也可以放，放到水里面来。这个是菜，你又吃不了，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对啊，这种一定不要有油哦。对，也不能烫熟。什么地方都不要有油。嗯。烫了，放到这里来捂一下，它等一下就黄了，颜色就很好看。大家看，我们没有洗过。我记得去年我们腌这个酸菜的时候，也有朋友留言说，为什么我们不先用清水洗了然后再烫。其实如果你用清水洗的时候，叶子下面这个位置很容易藏那个生水，如果烫不到的话，它很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哦，它就会烂掉。所以说不能洗，除非说你们洗了然后彻底把它晾得非常干，没有水分了就可以。对，其实这个不用担心的，因为我们最终成品出来的话，我们会洗得彻底的。对啊，而且现在我们烫一遍其实也算是洗了一次。哦，对。然后腌酸出来成品拿出来吃，我们又再一次清洗，其实很干净的了。对啊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烫。干嘛啊，小伙啊？刚刚这一锅水是我们烫芥菜的水，我现在要倒掉，然后再重新烧一锅，让开，小心哦。锅里倒一点盐，这个水呢就煮开以后晾凉，待会就拿来腌那个酸菜用。这个是干净的水。
现在可以把这个芥菜放到瓶子里面来了，11斤不知道能不能装得完。感觉应该可以，因为它缩水了嘛。瓶口有点小。可以装3克、4克，因为是装不完，结果都没满。对呀、啊，还有这个瓶子可以的哦，还有1/3，估计都还可以装5斤。水已经晾凉了。水也是刚刚好，满过这个芥菜就可以了。那个外盖子应该不用了吧？这个不用，要留一个孔给它通风。觉得这个罐子还挺合适的，因为它刚好那个有一个小孔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啦，就这样子。对，20天以后吃就非常非常的爽口了。其实1个星期以后都可以吃了，但是按照大家说的不是吗？20天以后，它那个什么硝酸盐呢、啊？还是硝酸钠？亚硝酸盐是吗？然后就会变少，这样子比较健康一点。对，好啦，我们腌酸菜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，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哦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对，期待我们的酸菜开箱。拿到外面去放哦。你在喝什么水呀、啊？哎呀呀呀呀！这个虾的水，泡那个虾金钩虾的水是吗？好喝是吗？你还舔着嘴巴？天哪，怎么这样子啊？